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双剑论股。我们来看看这个 SNS Network， 这只是我双剑论股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。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，可以去我 channel 里面按这个 Join button 参加会员，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，这样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。这个是这个新股呀 ，IPO， 但是呢，它现在的价钱呢是已经是跌破这个 IPO 价钱了啊。老实说，这种没有什么多，没有多少个蜡烛可以去分析的。其实，主要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它现在是已经是这个筹码峰在要做啥？20天均线要做啥？这个指线也是要做啥？股价呢现在是处于算是新低吧，这边正在挣扎住。它的这个主力线呢就是这个 0.27， 它在收盘的时候是 0.23， 它要再次突破这个 0.27 呢，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。这个时候呢可以做东西就等它止跌回升先，就是说等到它来弹上去，有一根青色蜡烛弹上去，那时候再算吧，现在都还没有弹上去。如果真的是要弹上去的话，它最少要弹上去这个20天均线，也就是 0.245 呀。没有弹上去 0.245， 暂时都可以不用看它。 OK， 这个就是我对 SNS 的一些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